者帕特里克斯科尔特爵士开通微博，并发布了一条面向全中国观众的视频，还用中文友好的写道：你好 China。 帕特里克在视频中讲到，自己是受到金刚狼修杰克曼的邀请开通的微博，自己也很高兴可以通过微博来与大家联系，留言也都会亲自看到。对此影迷们纷纷在留言区表示欢迎，